有请下一位参赛者郑海琪准备一下。有请下一位参赛者郑海琪。你俾我寫少少嘢先啦 ，Manda。我哋一齊嚟試一下咯喎，咁我哋一陣間講完曬 comment 之後，你睇下我哋第二次做嘅時候，你會唔會有 improvement？ 係啦，咁咧呢個位我咧就覺得你揀咗一個好穩陣嘅 tempo 啦。你呢期有冇練琴先？考完試之後有冇練呢首？都有，我上次放假嗰個星期都有繼續練㗎，係咪 ？Good， 係啦，咁。你覺得你的 tempo 是可不可以快一點呢？你可以是不是？剛才你是想穩陣一點，不想怕第一次就出錯，是不是？你不如給我聽一下你覺得你可以快到的而有穩陣的。有一個拍子機，你等我一陣，我哋聽一下究竟你最個極限可以去到幾多呢？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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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睇你跟唔跟到，跟唔到唔緊要。你等先 ，stop！ 你快過佢啦。你我知道你想追佢，但系你已經快過我本身覺得你可以嘅七十秒。係啦，你嗱最緊要有咩嘢嘅秘訣，我哋可以即刻仲有一個鐘，你又可以搞得掂呢一個節奏咧？你識得咩叫做心入邊數拍子噶嗬？哦，係啦。其實你就唔使數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太多字啦，我會數。覺得個 metronome 已經在你的心入邊，你自己想一下。赞最尾个巴啦，好嗱，你觉得呢个 tempo 你觉得会唔会系 cheerful 啲咧？
lively 啲喎，快啲完成個 competition 喎。係啊，同埋咧，你頭先啱啱彈嘅嗰個 tempo 咧，先至係啱呢一首歌嘅 style。係啦，因為咧，你第一次頭先我哋 rehearsal 第一次，你就係慢咗少少，有少少感覺似 cradle song 啊，我覺得係啦，即係咁樣搖下你瞓覺嗰種咧，係咪有少少啊？好 soft 添，係咪？咁所以咧，你啱呢個係 too much。嗱，你啱啱嗰個咧就好啦。個秘訣就是你做了 一連串頭先嗰啲動作啊、鞠躬啊、禮儀上的嘢之後咧，你坐埋個琴度，除咗培養心情之外咧，你就心入邊打個拍子機啦，度度嗱，冇人幫你嘅喎，到時冇人度度度喺你隔離，你自己心入邊諗咯喎。OK， 嗱，我哋講下其他嘢先，跟住我叫你開始咧，你就即刻開始啦，睇下你得唔得咯喎。OK。我讲啲咩好呢？啊，讲下后面呢个先啦。呢一个你可唔可以弹一次 right hand 俾我睇？你乱咗只手指。Right hand。Yes。系、yes. 啊，冇错。你乱咗只手指，因为你记即系 I mean， 你知道佢啲手指系咁嘅，但系你就唔夹啦。系啦，冇错，个 coordination 唔得。嗱，呢一 part 你改到噶，因为你识噶嘛呢度，你只不过系 remind 下自己，你弹五次啊，五次你要全对，你弹五次啱晒，咁我先继续。唔得，呢次唔计，再嚟过。再嚟多四次，哒哒哒哒，四三四二五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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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净系弹呢个。再嚟多次，哒哒哒，唔使，哒哒哒哒哒哒咚，哒哒哒哒哒哒咚，四三四二五三一，搞掂再嚟，哒哒哒哒哒哒哒。唔係，因為我左手成日都係，你係跟。唔係，即係佢成日都。哦，你跟咗個 right hand 做，嗯，其實咧呢、這個問題就 minor 啲嘅喎，點解呢？因為你成首歌嘅所有 accompaniment 佢都係噔噔噔上噶嘛，係啦，你只要跟大部分嘅趨勢，全部都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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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啊，你彈啦，你彈啦，兩次。系啦，争呢度你 OK 啦，呢度，嗯，再嚟啊！系啦，好啦，净系争好少嘅两个位唔够对得齐啫，但系就冇第一次咁夸张啦。是啦，这样咯，行不行？好，现在试一次的就是刚才我说我要你自己心里面打个拍子，你肯定你可以这么快？你好像不是这么快的，不是，你心里面可以试过190啊，这么厉害啊？但是没有甩还是有甩？有，没有，不是因为以前要这样做。其实这个就太其实 OK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先跟他计算数的嘛，他这个是 Dr. Crutcher 嘛，我现在是帮你 set 那个是就是这个咯，所以我就那个数字一定不会过100，但是我以前可以你懂用这个吗？你家里都是这个、嗯、
你嗰個應該是 Quaver Beat 啦，你 set 嗰個係咪啊 ？I have no idea。Yeah, I'll set 嗰個。係啦，你係一個 Quaver Beat 嚟嘅，即係你係。唔係，你唔係佢，你係跟呢、這個。嗱，我哋唔好玩 metronome 先。我哋咧，你彈多一次俾我聽，跟住我哋就再嚟多一次 final rehearsal， 好唔好？嗯，開始。急咗。系啦，都系争后边嘅。好，争几快？系啦，冇错。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再嚟多一次系 rehearsal， 即系走位嗰啲咯，得唔得？有请下一位参赛者郑海琪准备一下。有请下一位参赛者郑海琪。Thank you。OK， 好啦，咁呢个咧我就俾翻你啦。